这个我们嫦娥五号呢，这次是啊实实在在的拿回东西来了，这个1731克，啊这个这个月球样品，这个呢有这么两件事儿跟大家说明一下啊，一个呢是原来我们一直啊说这个要拿2公斤啊，这目标是2公斤，是我们的设计指标，我们是以2公斤的那么估计的这么一个啊容量设计的我们那个罐子，我们那罐子回来哎装满了2公斤，这次呢这个因为钻取没有达到2米，啊这个基本上原来想钻500克，这个表取1500克，现在呢这个表取的这个部分呢是这个1500克呢是超过了，但是钻取的呢大概只拿到了这个叫做200多克，就是这么一个水平，所以呢和我们原来预计的呢这个差了一点，那罐子装满了，我们从图上看罐子装满了，但拿回来以后呢这个还差了一点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这个实际的数呢是1731克，这1731克这个数很有意义啊，我这个不是我发明的，是我听来的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探月工程到这个嫦娥五号返回那时候正好17年，所以是1700，然后呢三步走这个是啊三，然后一次成功啊就是1731，所以这个数是冥冥之中有天意，所以啊有这么一个数还很好记，本来不好记的一个数现在变得就很好记了，1731克。